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台上最勇敢的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各位观众朋友们，台下的哦哟，这边有数千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怎么我一个人的声音比你们全部人都还要大啊？对不起，因为我有麦克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想问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的演出好看吗？精不精彩？如果精彩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个表演者最梦寐以求的掌声与尖叫吗？谢谢大家，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稍待会的演出更精彩，请大家拭目以待。大家好，我们是 Coming True 即将成真火舞团，今天来到很荣幸来到南投灯会做演出。那其实这一次最遗憾的就是往年很精彩的铜梁火龙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表演，我知道大家都很失望，我们也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铜梁火龙被誉为是天下第一火龙，而我想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刚刚我们台湾的火舞厉不厉害？其实台湾的火舞在世界，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独树一格、非常厉害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接下来下一段的演出，要为各位带来精彩的一段表演，名为宝岛烈焰，本来就是用来挑战铜梁火龙的。今天我们很想来挑战一下这个天下第一的名号，天下第一火舞。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想看吗？如果想看的话，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稍待会儿如果看到喜欢的地方，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与尖叫，因为这是表演者最梦寐以求的能量，好吗？各位，那现在可否借用各位的嗓音，让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 Coming True 宝岛烈焰这段表演一起倒数。